中山一路通过去南沙嗰边好似系啦。嗱，而家塞车咧，好多啲嗱，啲车啲尾灯红色嗰啲，一片红色啊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咩事啊？死啦！点解咁噶？头先转到好似转咗几嘢，好似喎。但冇嘢啊！嗰度嗰条海嚟嘅喎，系啊，碰到嘢，系咪啊？我帮你碰到嘢，但系佢海嚟嘅系嘛？哎呀死啦！坏咗跌咗落去，似唔似啊？我觉得系，应该系，系喎，真系喎。咁我都冇得返航嘅，咪知啊？应该系啊。哇，嗰度有嘢咩？我过咗桥等嘅咯喎，诶，冇喎，冇信号咗喎。咁又奇怪啦，嗰度冇嘢，冇遮冇挡噶。冇搞啊喂！冇搞啊！真系，有事啦，有事啦，屌！我觉得佢有嘢干扰啊，你已经有干扰。头先好奇怪嘅画面，咁样啊，我又唔系，系咯？咁你有嘢干扰啊？因为有干扰嘅位，啊，算啦算啦，不如冇搞。冇翻学，我自己翻啦，自己。我就明明冇撞到嘢啊嘛，因为海嚟噶嘛，要过咗等噶嘛，但系我啲打游戏关斗都嚟关咗都冇。